你妈如果还在，那会不会后悔？生下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，赶紧带着你的小乞丐一起死外边啊！儿子，你个，糟了，大伯杀了杀鸡，又起来了。什么？当初救灵台把你接回来，灵台把你扔在哪儿了？小少爷是天煞孤星，他的煞气太重，他现在磕死的仅仅是他的母亲。如果还留在你们季家，恐怕会带来更多的祸端。妈妈，我不敢。散回星。 家人早晚死在你手里。妈，现在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及时的总裁咒语早晚是你的。伤心了，得意不了多久。儿子，小云，别给我打！妈。 你被障眼睛了，泼水桶你防露水也挡不住。哦，你不信我饶，要走你开啊！什么玩意儿？抱歉，十分抱歉，抱歉。早晚把你开了。我等着。纪元，你怎么样了？什么玩意儿？真是的。什么东西？ 刚刚偷偷带金蓝狗带三只倒霉符，什么倒霉符？爸爸别怕，有团子来保护你。爷爷，爷爷你醒了？那个感觉身子好呢。之前一直感觉喘不过气，现在身体轻松多了。那是因为。 太爷，你好好养病，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哦，他叫我太爷爷，你们是杨斌，你有女儿了是吗？太好了，不是我女儿啊，我好了，是我们季家的孩子，就要好好的宠，快去给孩子买几身像样的衣服。季总，那天在酒店门口跟团子小姐一起出现的。 还有一个女人，你去浴室找找那个女人。哇，好漂亮的裙子！哪来的小乞丐？把手给我拿开！姐姐，我叫团子，我不是乞丐。你知道这衣服多贵吗？弄脏了把你卖了，你都赔不起。 姐姐，我洗过手了。洗过手了，洗不掉你身上的裙味儿。滚滚滚，别影响我们做生意。姐姐，我真的不是乞丐，穿的破破烂烂的，你不是乞丐是什么？我们这是高端商场，不是你这种下等人要来的地方。是我爸爸带我来的。小乞丐的爸爸，那不就是老乞丐喽？一个个的都想来我们商场碰瓷儿是吗？不许说我爸爸是乞丐。总部一早就通知。 今天有个超级顽皮要过来，不得赶紧打发这小乞丐。我就是想要钱吗？这些硬币够你吃好几天猪食了。乞丐就要有乞丐的样子，你给我跪着把它捡完，捡起来！我要！快点捡！捡起来！我一下不见！孩子，给我放开！
点击下方观看全集。